Вот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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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喽， 朋友们，你们好，咱们今天又来捕鱼了。在这个河道里面，咱们已经布上了花篮网，咱们今天还带着丝网，咱们先把丝网下上，然后咱们起花篮网，把剩余的花篮网也下上，咱们马上开启直播，干就完了，给老弟点点红心。 来了，朋友们，咱们丝网已经下完了啊，这是咱们的第一网，看一下啊，画的朋友有动静，但是不知道动静大不大啊。哦，漂亮啊！这是咱们的第一网，花篮网捕鱼啊，咱们的丝网已经下满了整个河道，整个河道啊全都下满。这是咱们的第一网鱼，这一网也有货啊，朋友们，往后倒一点，往后倒一点啊，有有有。 冲着开了啊！冲着开了啊！这一网朋友们，看看什么鱼啊！看看啊，朋友们，这是咱们的第二网啊，然后咱们就不看了，马上开启直播了啊！这是咱们的第二网啊，看看，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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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塞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朋友们呐，真漂亮啊，语无伦次了啊，语无伦次了。 我去，哇塞，漂亮啊！马上开启直播，干就完了啊！朋友们，咱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啊！看一下这个大鲫鱼漂亮不漂亮啊？哎，挂了吗？没有没有啊，还活呢啊！看看这个大鲫鱼大不大？然后这是咱们全程直播的鱼货，看见了吗？ 有喜欢吃大鱼的，速速狂车下单啊！大鲫鱼、小鲫鱼啊，看它的皮毛，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它的水质，看见了吗？纯纯农村野河啊，都能看得到，看得到水底下的植物，看见了吗？都能看见水底下的水草，你看它有多清楚就知道了啊！看见了吗？这鱼吃起来绝对没毛病啊！然后咱们还逮了一部分黑鱼在这里面。 看一下，哎呦天哪，看见了吗？喜欢逮鱼的给老弟点点关注啊！喜欢吃鱼的直接黄车下单就可以了啊，干就完事了。